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所示了啊，假声波它的周期是四分之一秒，我就说 T1 啊，这个等于四分之一秒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哈，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是二分之一秒，那代表从这里到这里的话是四分之一秒，这是一个周期啊，也就是这个是时间呐，啊，这是振幅。从这里到这里的话是，四分之一秒，那所以哈，从这里到这里是四分之一秒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有几个间隔啊？一二三四，好，也就四分之一秒的话哈，这个四分之一秒哈，这个是周期嘛？那加一格的话是等于多少？一格的话是多少？一格的话是几秒？加一格，一格的话呢，我们知道哈，这我们叫做小 t 好了，就是四分之一秒哈，它除以多少呢？一二三四，除以四啊，所以这个是16分之1秒，就一小格哈，一小格的话是16分之1秒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乙啊，乙的话，它一个周期是多少？是两小格。哦，两小格的话，所以 T2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两个小 t 呀、啊。哦，两小格，就二乘以多少呢？16分之1，所以这是8分之1秒。哦，然后呢，哦，它是问频率哦，不是问周期哦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，它的那个周，频率哈、哦。是等于周期的导数嘛？这个是等于八赫兹的。就第二个图哈，它是8赫兹。这样看丙的话哈，它周期的话，从波峰到波峰是一个周期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个，就 T3 了啊，等于6个小 t 啊。所以六乘以多少呢？这个。小 t 的话是16分之1嘛，二三得六，二八十六，等于8分之3哈、哦，所以呢，F3 哈、哦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T3 分之1嘛，就等于3分之8赫兹，等于3分之8赫兹。再我们看呢这个 T4 啊、哦，我们看 T4 的话，我们看呢。波峰到波峰，一二三四个，就4个小 t 嘛，就四乘以多少呢？16分之1，二得四，没有，四一得四了哈，四十六，等于4分之1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呢，这个 F4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4赫兹，哦，所以 F4 是4赫兹。